还是跑了，好了，撒欢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今天是三八女人节呢啊，今天特地的咱们看这个黑豆来了，他离开咱们这个视线里边也有小一年了，是不是？大几个月，小一年了，看他这个怎么样？胖瘦如何啊？也不知道这几个月这么长时间了，他还认识不认识我们啊？今天给他带的鸡架，十个大鸡架，来十个啊，来十个，让他尝一尝。你看这个劲头，一看上去就是记的。拿现实啊，我给他拿绳子吧。现在你看他周围空了，对，没有一个去那个围栏围墙了。嗯啊，你到时候给他跑远了之后，你叫我怕他叫不过来。所以说咱们就把它拿牵引绳带出来放那一块，我拉着它让它在那吃。行，那你找吧，赶紧、你找绳在哪儿？拿绳。哎呀，看看黑豆的家，连牵引绳都找不着了，不用说没放过。过来，你今天拿个绳子拴起来它。还是跑了。呀，好了，撒欢了。哎呀，你看你那身，过来，趴下。这家伙倒不瘦啊，不瘦，证明他主人对他还可以，这下在大家看到之后，可能说心理上不会有那么大的落差。咱大家感觉黑豆的变化大不大？你这是紧张了吧？啊，知道有吃的了是不是？来，哎，吃吧，吃。呀。这肚里有油水，你看人家还不吃呢。啊，咋了？你主人都让你吃啥好吃的了？完，身体养那么肥，他这头也大了，你发现？头也大了。嗯，还是平常的时候他不吃这个，没吃过这个，他就一接触的时候，你看还得试探性的。哎，小土狗来了，给他来，他没事，让他过来吧。好了，你看你这一声音，你那声音看吓人，不是吓人，你这吓狗，直接跑了。这是十个鸡架，看咱黑豆能吃几个啊？平常的时候也没吃过那么多东西，是不是？咱就可这个量来，能吃几个就吃几个。看那俩小土狗，跃跃欲试。咦，可吓的，想扔给他一个的，你放你手边一个吧，给他。能吃吗？让咱俩尝一尝，能吃。别让吃。好歹是我们黑豆的家人呐。嗯，那不能，不行，太小，那骨头吃进去之后怕扎着他。吃了一个了啊。来一个。他吃肉跟闪电太像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慢慢来。啊，慢慢吃的。闪电的妹妹。同不同窝的妹妹，吃吧。今天女神节啊，特地给你过节日来了啊。这上面肉这么多，你这吃呗，大口大口的吃呗。平常的时候，我跟他主人聊天的时候，他主人现在喂他什么呀？就是买那个膨化玉米面。然后拿这个凉水，要是冬天的话就拿温水给它拌好了之后直接让它喂它。嗯，这一看光吃那个它也不瘦。对，嗯，吸收好了。只不过现在我还得跟你主人说一声，这个现在天气越来越热，你这窝里边这水不能给它断，你看一出来之后跑几下那呼哧呼哧一个喘。嗯，可以啊，黑豆现在就是这段时间没有来看他，他状态呀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这下大家看到黑豆，这个不瘦，不像以前咱们看他那次的时候特别瘦，是不是？现在哎，让他养的特别粗壮，特别肥，大家都放心了啊。黑豆，你这个现在主人对你好了，是不是？
你这是也把这当做家了，所以说你吃完东西之后消化能力也强了，它就吸收好，吸收好之后长肉了就。一共才吃了俩。没有。没，嗯，还是不误。他是傻，他有点挑了，在这闻半天，再吃第二个。看热的。要不我给你弄点水喝。够呛他喝水，你看这肚子，他肚子确实不小啊，跟怀孕似的呢。不是，给收起来吧，别吃了。他也不饿。不饿就收。嗯。还以为你这一顿直接干完呢。以前咱们吃多少？咱们瘦的时候，嗯啊，吃好几罐罐头，然后吃十袋鸡肝，嗯，还有六个鸡架。看现在，嗯，两个鸡架就饱了。嗯。别让他大活动了，回去吧。回去吧。咦呀！关键他这个是啥都不挡着了，这地方。我放开你，你自己回去啊，哪也不许去。好，我嘞，我嘞，快点！哎，可以，快！进去。可以行，这行，嗯，最起码知道回去，这就是一条好狗。你要是越让它回窝里，它也跑，完了，你这个它就不听话了。今天黑豆也看了啊，状态非常好，咱大家也放心了，是吧？啊，刚才拿的那些肉它也不吃，我直接放它屋里了。等它晚上它主人回来之后，放哪儿？放冰箱里也行，还是早晨明天直接一喂也行，啊。在这儿吧，那我们就走了啊。还认识啊，真不愧是记忆力非常好。